十三妹。Hello， 大家好。小米，还有表妹，我们今天四个美女穿着冻装到怀化高铁南站来了，因为我们今天要准备出发到长沙去参加我们县城那个什么旅游推荐会，对吧？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我也是，也是第一次穿着。这个在这里走，等会儿我们肯定回头率特别高，走吧。差了几百万，3000万，想大了，真的，要死了，这样抱着，对，时时刻刻抱着自己的包，把我们两个冷的，太冷了，身上，压压到。准备下车了。我们现在已经到长沙文和友这边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文和友的这边。看起来像一栋很老旧的房子，很有年代感。现在要进到那个展厅里面去。秋子姐，婚姻介绍所。到。哇，这上面好大呀！我以为只有一层呢。我在哪儿？我坐哪里？啊，我坐这里，桌头。桌头丫头，呵呵，这一次谦哥、秋子姐还有小米表妹，我们几个人一起到这边来做旅游推荐会。现在到文和友的这个大楼里面来了，第一次来到这儿真的好稀奇，因为它有各式各样的一个体验点，而且呢，我们这一次也把我们侗族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比如说学侗语啊，还有我们侗家三道宴之间的第一道宴油茶宴，还有我们那个拦门宴，都会有在这边给大家展示。第二站，第二站就是我们的油茶宴，我们就不客气啦，都是自己人。你要不要喝？要大哥，你要不要？来，看一下。虽然今天条件比较简陋一点，直接用的一次性碗筷啊，但是里面的料可是一点都没有少的，英米，还有豆子、糯米、酸豆角，好好吃。要不来试一下？就是搅，如果你实在吃不习惯，你可以拿勺子。但是我们一般敬油茶的时候都是，用一根筷子，就代表侗家人对待客人的一个心意，就是一心一意的意思。有机会可以带家人到我们那儿去玩一下哈。在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想来侗寨当压寨夫人不咯？我们现在在这边。教大家讲动画，然后就可以给大家送这个吉祥花。你看这小朋友好勇敢，哇，好棒好棒，太棒了！来当压寨夫人不咯？来，我想要一个小哥哥来跟我学啊，有招一个小哥哥来学一下好吗？对，我们有、有没有小哥哥？有没有小哥哥小姐姐可以过来学一下侗语？我们有小礼品可以赠送哟。对，小礼品，就让他猜什么意思。有没有小哥哥过来？想不想来猜一下？告诉一下我们这个是什么意思，就可以找到一个小礼品。对，奶油羊啊，一个奶油羊，爱羊爱羊。
表爱娘。拜山是什么意思？猜一下什么意思？就是你经常对老婆说的那一句。我爱你。哇！太棒！太棒了！对，这个就是老婆我爱你的意思。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挑战一下。可以，好为难哦。学的是简单的了呀。啊，我爱你是不是？你会呀、啊？会了是不是？那会了这个是不是？那你直接讲吧。可以，来。哦，哇塞，他自己会的，不用我们教哦。好厉害哦。发送吗？发送。嗯。哎，养一株植物吧。还以为要你去找个猛男呢。我以为要我吃顿好的或者买一件衣服，结果要我去养一棵植物。养动物也好、啊。你可以再发一次。再发一次。直到吃美食为止。好像不一样，每次不一样吗？每一次都不一样。嗯。直到吃美食为止啊。方式啊，不是方法啊。哎呀，我也没有那个嘞，试一下啊。我是吃一顿美食，方式吗？对，方式。感受运动后的大礼。经常有吗？现在已经有了。来看你的，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来放心音乐，放心。哎呀，啥？哦，走吧，回家。眼睛都是肿肿的，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吃早餐，每个人都是眼睛肿肿的，一个比一个肿。昨天是2点钟睡的，6点钟起的，来的时候5个人，回的时候6个人。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话说的，还以为肚子里面多了一个，生了一个。把钱给生出来。谁生的？丫头哥。是我在装吗？